收看今天的《渔乡风情话》，我是胡一芬。俗话说得好，有水即有财。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当中，好像放一座水族箱，哎，似乎就有招财的意思。那么摆脱掉旧有的观念，其实呢，现代人喜欢饲育水族宠物，好像也都已经日益增加了。事实上说起来，养鱼哎，不但是一种呢增添室内生活情趣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可以让我们全家人一起来了解一下鱼类的生态，而且这也不失为一种促进亲子互动关系一个很好的方法。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是非常精彩的，现在就要请您慢慢的欣赏。顾名思义，就是让人们用来看的鱼，而非一般的食用鱼。摆设一具鱼缸在家中，就像园艺花卉一样，特别有陶冶性情与美化生活环境的作用呢。生活在较高温度水中的鱼类，我们叫它观赏鱼，也可以说是一般所称的热带鱼。这些鱼身着花花的衣裳，总是光彩夺目，令人艳羡。认识观赏鱼类可不是一触可及的事，因为它的种类实在是很多。但如果你可以像饲养宠物一样的爱护它们，用心了解自己鱼缸中的鱼，认真地为它们布置好一个舒适温暖的家，一定可以从过程中享受到很多的乐趣。首先我们先注意的一点，就是先要埋上所谓的底部生化过滤系统，它是一条底部加温线所构成的，上面再铺上一层基肥，那么基肥再铺上一层沙，这三者所构成的一个厚度大概是12到15公分，那么在这个深度之下，我们来开始栽种我们水草水族缸的一个底层。首先把这个东西设定好以后呢，我们要还要再弄铺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二氧化碳系统，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所用的二氧化碳扩散桶，还有旁边另外一个所谓的生化过滤的一个装置。那么这两个装置加起来构成我们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输出系统。那么在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叫做双用控温表，它控制了水中的加温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底部加温线系统它的总控制。那么在这些组合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注水。注水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逐渐的把我们的水草种在里面。那么我们为了方便使用我们的水草的造型，所以我们都是用所谓的水草夹这个东西。水草夹把它一颗一颗草栽到水草缸里面去。那么有一部分呢，因为不能使用水草夹，所以我们使用完全用我们双手铺做前进草。那这前景草我们用沙盖在上面，让它不会浮起来。水族馆的老板甚至告诉我们，鱼缸中的水草造景不但为室内徒增赏心悦目的效果，而且它还可以净化周围的空气，制造对身体有益的芬多精。喜欢养鱼的人总可以说出养鱼的100种好，100种乐趣哦。体积小、拥有自己的品味与风格的水族箱，已经成为现代爱鱼一族的趋势了。如此不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观赏鱼种，同时也可以很快地跟鱼建立起特殊的友谊呢。台湾的观赏鱼事业早在30年前就已经有相当的成绩了，尤其在鲸鱼与锦鲤的养殖技术上，更是世界首屈一指。锦鲤的部分，因为台湾早期的这个锦鲤，它的经营它比较不像热带鱼哈，
一般来讲它需要有一个历史累积，就是早期它的种鱼都是很好，所以将来它生产的过程里面种鱼也会非常好的，它生产的品种以及这个质量也会非常好。所以早期我们因为大量从日本引进优秀的一个种鱼，所以现在目前台湾的种鱼系统就非常的不错，那生产出来的一个品质啊，对，我想除了日本以外，目前应该是全世界台湾是排名第二，所以它还是有国际的竞争性。近年来，由于台湾经济不景气，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食竹业者萎缩近40%以上，尤其国内市场的销售大不如前。目前仍旧用心经营的业者，靠的几乎是来自国外的订单。目前来讲，台湾的优势就是台湾的鱼种很多。好，那价格可以，因为有竞争性，因为我们能够大量繁殖，所以有竞争性，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渔场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繁殖者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真的是这个行业，他的这个工作时间很长，例如说他可能要一大早6点多开始去野外去捞一些野生的一些这个浮游生物，那回来就开始要繁殖了，都从早忙到晚，忙到这个太阳下山。那如果说他假设他有从事繁殖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命有可能要更晚了，有可能他要3更半夜还要再去喂鱼所以因为我们有这种技术层面以及很不错的一个产业结构所以我们的观赏鱼的多样性跟观赏鱼的价格就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主要的优势。之变，台湾算得上是培养观赏鱼相当棒的地区，再加上养殖业者不断地在研发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因此国内观赏鱼产业在培养与饲育的能力方面早已经具备竞争力。当前所有的水族业者们所面临的最大隐忧，便是如何将各色美丽的观赏鱼销售出去。未来很重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开拓市场，包括国内跟国外的市场。我们希望因为这个在生产技术上没有问题，其实国内我们的水族业者也相当的多，那我们怎么样把两个资源结合起来，同时建立一个所谓产销的一个管道那让我们的国人晓得大家喜欢观赏鱼，喜欢来养观赏鱼，当然也要教育他们怎么样来养观赏鱼。我想这个把资源整合了以后，然后把这个市场打开，我想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产销不能够配合的话，这个产业是不容易发展的。我想很多必须要继续在做的，包括是我们应该在研究怎么样让我们的生产的技术更好，甚至包括包装的技术、运销的技术，这些都需要研究，让这些技术建立了以后，能够从产到消费者手中都能够很顺利的到达，而且在死亡率啦，或者是在活存率各方面呢，都应该有所改变。那同时呢，我想未来我们也应该可以办一些国内外的促销计划。这些国内外的促销计划，包括如果说我们先在国内办一些展示，有一些基础了以后，我们就是国际性的展示，让大家晓得我们台湾生产了什么样的鱼种，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把这个利用这些机会把它送出销到国外去。当然未来的网络商城，我们建立网络，他们直接全世界各地可以从网络上面向我们订货，我想这些都需要一步步来建立。观赏鱼业者80%集中在屏东地区，经营观赏鱼养殖业事实上具备许多的优点，比如地耗水量。目前的养殖业者已经可以将养殖池中的水不断的循环再利用，并确保池水的洁净。另外，高单位面积产值，台湾的观赏鱼早已经进入商业化量产的阶段，以及拥有世界性的消费市场。据统计，台湾观赏鱼可外销至多达10几个国家，
足以见得未来观赏鱼的养殖产业其发展的潜力相当的雄厚。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也早已洞悉这样的趋势，并积极着手辅导观赏鱼的养殖业者加入中华民国水产种苗发展协会，纷纷统筹规划并成立产销班，目前养殖的面积高达95公顷。国内现在可以自行繁殖的观赏鱼类可达120种以上，每年的生产总值也在新台币16亿元左右。纵观全世界观赏鱼的市场，估计贸易额将可以超过1500亿元。如果说观赏鱼是台湾养殖渔业的明日之星，绝对是毋庸置疑。我已经请我们同仁呢在研拟一些计划，是不是刚开始要从国内业者的展出开始啊？国内业者敢展出，我们也希望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然后从国内业者的展出，然后扩大到国际性的展出。一方面把外国的这个观赏鱼啊比较在国际上特别的，我们引到台湾来，让大家我们的业者看看这外国到底他们观赏鱼的技术如何，他们的方式如何。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一定的成水准以后，把这些外国的厂商啊请到台湾来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观赏鱼，他们可以到台湾来采购的。我想这可能要有个几年的计划，一步步来推动。我很希望把这个产业推成我们养殖里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希望能够在国际上能够站到一席之地。政府的积极辅导，也许对市场逐步萎缩的观赏鱼产业来说是一具莫大的推进器。但更不容忽视的是，多年以来台湾观赏鱼养殖业者在诸多越挫越勇的实战中所缔造的成绩，因为有他们持续无怨无悔的付出，所以台湾的观赏鱼总是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占上一席之地。台湾的业者总是自嘲，只要有生意能赚钱，他们必定会绞尽脑汁多做研发，想办法突破的。一直以来我们观赏鱼的反养殖技术不也都可以跨大步的领先许多先进的国家吗？我想也许我们的业者们更需要的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发挥吧。有时候养鱼基本上是互动，就是说鱼跟人之间哈，就好像你如果会开车会骑摩托车，你会有感觉，当开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哈，你跟车子的中间的那种间隙会不见，然后你开车就会觉得说好像你跟车。热爱观赏鱼的方先生说，养鱼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爱鱼，随时观察它的行为举止，陪伴它一起成长。如同其他宠物，鱼也是懂得人性，鱼也有情绪，付出爱心就会感受得到。我现在也用一个小缸啊，自己用一个小缸在家里面养一点点这个所谓观赏鱼哈。但是因为我的缸很小，所以养的鱼很小，我也发现这个很有意义的，就是说对孩子们也有说教育作用。那孩子们一方面他们可以看到说整个鱼啊在这个生活中间它本身的生态是什么啊，对这些的了解。而且我们觉得孩子有时候去喂饲料的时候我常常很有印象的，我女儿常常就说吃饭啦，然后跟这个鱼讲话叫她来吃饭，好，这些都很有意义。我所以将来哈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扩大我自己养这个观赏鱼啊，也陶冶自己的兴趣。心动就立刻采取行动吧，让多彩多姿的水族世界为你我的人生增添缤纷的色彩。我们深信位居亚热带地区的台湾有绝对的优势，可以推展举世闻名的热带观赏渔业。
大家请就坐。哇，高师傅，这今天看来好像我们是来包形态哈。有这么一点意思了。好，所以说今天的菜我们要取名叫做麻辣酸脆。酸脆呀、这个也叫脆，这个也叫脆啊。那我们现在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腰子啊，先切花。切花，因为这道菜不算什么高难度了，但是问题就是这里面有一些诀窍，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会比较好。东西为什么有人想说，哎，我腰子奇怪，人家做起来是脆脆的，那他自己煮起来就不脆，这是第一点。还有人说，哎，我的这个腰子啊很脆，但是里面太深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吃腰子很脆，但是里面太深，深的会等会出血水。对，好像感觉根本就硬，因为没有煮熟，所以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要能够让它脆，又不是带血水，所以就是有一步，就是说有一些窍门就对了啦。今天高师傅要教我们。对，这东西啊，烫过之后，在我这边盛了一碗的冰水。冰水。烫过之后泡冰水。就会变脆。不是，泡冰水原因是这样，烫过之后你泡了冰水以后，它会把里面的血水，等于说一冷一热以后，它一冷它会把它压出来。这样是因为这个那我们要多放差不多两次水，然后这时候再炒的话，这个也烫了八分熟嘛，再经过冰水冰过油，而且把东西讲冰过油会比较脆一点。现在水滚了，对不对？对，我们就要放下去啊，放去烫一下，烫一下就好了，对不对？稍微烫一下，我们就要去让它洗三温暖了，对，泡泡冰水了。你这样一泡一下，这边它第一个它就是也卷起来，为什么要刚才要切花，这样就等于说让它比较容易熟，我现在就这样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也比较，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看起来好像，感觉也比较好吃，也好看。对，好，你看这滴出来的水，对，有点在缺水，对不对？对，把水稍微滴干一点。滴干，然后泡冰水。泡冰水啊。对。真的，一泡冰水，它那个血水都会出来，对，对不对？然后再一次这样。没有，这一次就好。另外，我们现在趁着还有水嘛，对，我们可以把这个酒孔也稍微来探一下。好，也是要等到水滚。反正一定要冒泡泡再丢下去了，不要偷懒。因为酒孔烫的话，第一个有很多好处，烫完之后，我们的外面这个等于说比较这个肮脏的，也不叫做肮脏，就是这个好像跟青苔一样，就比较容易清掉。这样子。而且还有说酒孔烫一下，也可以把它内脏里面有点稍微那种好像说会出汁的那个出汤汁的东西，都先让它弄再出来。我们也稍微烫一下，这个烫太熟也不好。然后这个也同样一样，我们加点油下去。像我每次煮这道菜的时候，最可怜就是摄影师，为什么？因为摄影师啊，他站的地方比较高，刚刚好。刚好就像那个什么吸油烟机一样，它用两个鼻孔帮我们吸这样。然后再去稍微把这个辣椒先炒一下。接下来我就可以把这个腰子。油剂。我们这火要打开了，腰子。跟这个酒孔还有这个花椒先下去先烤。把这个调味料给加下去。其实如果要打喷嚏、要咳嗽都没有关系，不要制止哈，免得会生病。这是最自然的声音嘛。好香哦！哇，好香哦！好，那这样就可以了。麻烦你拿那个大盘子过来。大盘子，好。换个桌子。这样子稍微炒一下就好了。对。哇，好棒哦！大家赶快冲过来吧！这是今天高师傅为大家示范的，叫做麻辣双脆。等一下你吃就知道，酒孔是脆的，这个也是脆的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道菜，一定会很喜欢的啦。高师傅海鲜铺，好家伙，美少铺，美少铺，好，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高师傅，谢谢。在炎炎夏日当中，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呢，我们也一定要留意，我们周遭环境的一个整洁。虽然说前阵子因为走私引起的牛只口蹄疫事件才刚刚的落幕，不过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杜绝走私、反对农渔处走私进口的措施也就更加的严密了。
所以在这边胡一芬也要呼吁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配合政府，我们大家一起杜绝走私的这个神圣任务，鼓励民众能够踊跃的检举，我们一起来参与农委会第二波的近海专案联合查缉的一个工作，因为只有全民总动员，我们才真的能够确保我们食用农渔畜产品的安全性，也才能够维护渔民朋友们在海上作业的安全。所以说呢，为了鼓励大家哎踊跃的参与这次的行动，我们渔政机关还特别颁布，就是凡是检举成案者呢，要给检举人每人50,000块钱的一个奖金。那么检举的专线在我们荧幕的下方，大家可以看到。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天早上8点还是要准时收看我们渔江风情话节目。我是胡一芬，我们下次再见。